其實佢好似一啲幾何嘅圖案啦，甚至佢條裙啦，你見到一個平衡嘅一個梯形。其實你淨係 focus 喺一個部分嘅時候，你見到好似係一啲嘅圓點嘅抽象嘅繪畫咁樣。咁佢地下一個長方形嚟，咁其實成幅畫組合埋一齊，其實就好似一幅抽象嘅一個嘅硬邊嘅一啲嘅抽象繪畫咁樣。 佢成個畫面裏面，其實佢個人咧係一啲幾何嘅圖案，好強調啲線條嘅變化啦。其實佢唔係一個平面嘅畫布嚟，因為一啲咁樣嘅畫布嘅起伏咧，做咗啲好特別嘅質感嘅變化，同埋佢嘅顏色啦，好輕盈嘅顏色啦，令到人有一種好開心嘅感覺，令到成張畫咧原本好平面嘅，但係而家望落去有一個唔同嘅層次感，有啲起伏。 見到呢隻狗向住呢個人嘅一個仰望，佢哋將自己嘅內心嗰種嘅真實嘅情感咧，隱藏咗喺面具嘅背後啦，影射咗喺隻狗嘅身上。呢張畫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喺個畫面正中間有一個好似類似係太陽啦，又或者可能係月亮，好多線性啦，橫橫直直。